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星星的事情？月儿，答应母后一件事情。嗯。无论何时何处，对任何人，都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到那些星星。为什么？月儿能答应母后吗？星星那么美，为什么不能告诉其他人呢？就因为星星很美，月儿要保护他们不被坏人偷走啊。 母后，我答应你。那可以告诉父王吗？父王管理国邦那么忙，我们别去打扰他。母后，你怎么流眼泪了？你别哭，月儿听话。不关月儿的事。 一片雪花吹进了眼睛，母后，月儿用手帮你把雪融化，眼睛就不会难受了。月儿。